大家好，我是乍癫三分看 Catherine， 今次同大家来到是大坑径23号的名门屋苑，设有4座，由5房双套到3房套的户型都有的。而屋苑的对面都设有一个专线小巴站。这个单位实用1752尺，是5房双套的设计，市场上高非常罕有的。我哋见到呢个饭客厅方整，仲连接一个大露台。先睇下左边嘅2间睡房，第一间睡房放咗一个大衣柜，主人套房放咗床之余，可以有3边落床，仲好阔落。里面还有一个特大的衣帽间，洗手间用了双面盆的设计，我们又看看另一边的睡房区，这间房都一样是放了个大衣柜，这里可以望到一个辽阔的九龙景。最后一间套房都非常阔落，放了个大衣柜。洗手间一样都是有窗户的设计的。至于厨房就用了一个 L 型的设计，还可以望到一个翠绿的景观。厨房设备都很完善，工人套房里面还有一个工作间。最后我们看看这个单位景观多么漂亮和开扬，有兴趣的话记得找我啦。